不去，把票退了，把票退了。导演，这个钱真的不能，不应该，不应该我们掏，是不是不应该我们掏？弹幕走起来，滚，滚。哎，就咱这个状态，交警一般也不敢问，是吗？能打的，能打。我带了。哎，没事。人工。波澜不惊是吧？惊了，懵了，懵了，直了。不是，他会以为这只有一个正常人，是被绑架了吧？不行，你就眨眨眼，飞云全都这样。他们成功落地湛江，在马不停蹄地奔赴火车站。蹲不下去，湿了，裤衩湿了。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为什么来火车站？因为呢，大家今天将要搭乘火车前往玉林来迎接挑战。若是能成功完成挑战，则可以直接前往你们的许愿之地三亚。此处纯有反应。哦，你都说好几次了，越来越近。说点现实的东西。对啊，说点大家就是能相信的。行，就说实在的，在上车之前呢，我们算一下账啊，从23号开始。别吃那么贵的，真的就十几块的。我们小奢一把啊，一人一个手抓饼，一人一份牛肉丸。可以。吃什么，小陈？来，随便点。来继续。啊，24号，张若昀、黄子韬在潮汕牛肉店，一共吃了吊龙两盘，口油一盘，牛肚一盘，大胃一盘，又来了三盘吊龙，又来了三盘食饼，这样六份吊龙了。再帮我加两盘那个雪花。张若昀、黄子韬花费479元，多少？不是没花钱吗？没花钱啊，他怎么不是那大哥请我的吗？不能让别人请是吧？不能让别人请，请我们剧组的出纳来把这钱扣掉。我今儿也要吃牛肉火锅，我不管。吃啊，咱们晚上吃啊，吃不完咱们的钱啊。我账还没说完呢。另外还有今天从湛江到玉林硬座火车171元，全部扣除后的经费是3958啊。不是导演，今天我们的火车票也是我们自己掏是吗？啊，当然了。那我们不去呢？不去，把票退了，把票退了。现在离开车还有10分钟了，我是被迫去的。导演，这个钱真的不能，不应该我们掏，是不是不应该我们掏？弹幕走起来。你三亚还去不去？看大海，游游泳。现在8点火车，吃吃海鲜，去就上火车，赶紧火车。露营也可以。三亚还去不去？耶、yeah.。这不是怪怪的来了吗？这不，咱们被现实击败了。你要想要生活，就要花销，花销哪儿来？就要劳动所得。对，没有不劳而获。对啊，只有劳动吗？那这两天我们也是啊，集体花费，你就知道说这个钱的宝贵。来之不易，点谁呢？你看我哪能那么花钱？怎么那么吃肉？对啊，14盘。我觉得你内心也太敏感了。我刚才说啊，生活什么都没聊，完全不开心了。我们的眼神其实根本就没有看你，是你的眼神戳你。我们将会在列车上进行一系列的游戏，以决定各位将要在今天面临的挑战。从本节车厢，也就是15号车厢开始，一直到9号车厢，每节车厢都要做一个游戏，谁赢了谁就前进一个车厢，输了就后退一个车厢，15号车厢再无可退了就留在这车厢。如果说在到达玉林之前不能到达9号车厢的人，那么下车以后可能需要做点事情。
能够冲到九号车厢的人，下车以后别说牛肉了，想吃啥就吃啥。但是要自己买单，绝对不用自己买单。You have my word， 绝对不用。三、二、一，坐火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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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分钟，三分钟。为什么？没什么。那是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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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泡面，不想去。错了，完了，吃泡面。好，庄家获得胜利。兄弟们，走了。你在这趴着看着我们，来来。我接着做妆啊。啊，行，我就不改了。这个妆的时间还没走完。我去，惊心动魄的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啥时候？啥时候？不开始，不开始。你说呢？走走走走！不，你说呢？跟你要对他说，你对我说，你跟我顺眼。对，顺着你说一样的就往下顺。好，对，好好好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别来了，别来了，滚！滚！为什么？对不起，我获胜了，来开始吧。俩冤种！咱俩别玩了，咱俩签订阁吧，好不好？不，你俩得玩这个。我不想玩。咱俩就是，如果不行了，咱俩。其实我心里喊了三个滚滚滚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带出来一个啊，可以，这我来啊，我是。哎，你这么着。你俩没有装，怎么又有你？我们调时间，对你万一设个五秒钟、三秒钟的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为啥？完，为什么？没等朋友抬头就到了，我操！赶紧手机给我，手机给我。哎，我觉得林更新说的有道理。我调一个时间，活动一下嘴。谁先来？我指谁谁来吧啊！就三个字啊，三个字儿。我不说，四个字儿，我不爱，五个字儿，不清楚，六个字儿，你傻呀，七个字儿，八个字儿，九个字儿，十个字儿，十一个字儿，十一个字儿，十一个，两个人的游戏持续了十七秒。叶林，你还有机会。他们到前一段车厢，谁输了退回来，陪你继续玩这招。我们前往下一车厢了，请打开一包奥利奥，取出一片饼干，转一转，扭一扭，扭完以后把这个白的舔掉，谁快谁就算赢。但是这个白的肯定量不一样，那就随缘了是吧？对。那我上来要掰折了呢。谁那一块折了就谁输，两两分组啊。那你俩先来吧，来吧来吧来吧。等会儿，我再检测一下这饼干，我同不同意，好吧？你看，挺公平，挺公平，挺公平，多好一个奥利奥啊！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三，哦。你俩得合作，我这挺难啊，这好硬啊，换一个，不，我就这个，好，快，你用牙刮呀？下牙刮是最快的。折了，电话折了，折了，我基本获胜了。好，林更新胜利。我去了。不是，等一下，你还有败者和败者，还有淘汰赛啊。你同意这块饼干吗？我觉得这块还行。同意，同意，同意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三。
牙刮是最快的。我觉得这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哥还得接着来，接着来。分一下。嗯，你就有一块，你始终没舔到。自己比喻。好，接下来败者组，你同意这块吗？对，同意吗？同意。轻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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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轻点，轻点。好吧。哎呦，哥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，轻。对了。哎，这把十月月赢了。哇，太干净了，你这天的。是张瑞云，你现在可以去陪。那我一会儿，我一个人，我一会儿一个人过来了，谁跟我舔呀、啊？退下来的，我吧。那我是我们三个都过去了，现在哈。对，你们三个前进到下一站。